好，一样，我们今天是骑士家训班第一期第四堂课，然后今天的是廖姐，哦，那我们今天第一期是两位学员，啊，廖姐是有比较进度落后一点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准备动作，好，滑出去，没败哦，有很顺利的跳车，赞赞赞，好，休息一下之后。我们来看一看表现如何，看距离会不会再加长一点，不错哦，有休息有进步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廖姐的进度，哎呦，不错哦。今天虽然廖姐的进度比较慢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每个人学习的进度本来就不同。你看这一趴就很顺，然后就是每个人要让他知道说他进步的点在哪里，然后有没有进步。啊，重点就是没有放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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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睡啊！好，我们再准备好再来一次哦。很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